是实际上就是你从这个山东师傅这个打工，就是被他们这个断掉这个生机之后，回到安徽之后呢，又十几年过去了。不知道我们今天来看呢，实际上你生存状况应该讲是比较差。不知道你这十几年这个是用什么办法来维持生计呢？据我所知吧，国内艺人是吧，基本情况都差不多，就都是类似我这样的情况，生存问题都很难解决。你要工作不能工作，你自己没办法正常的工作，对吧？这样情，在你没法正常，不管是做生意也好，还是打工也好，你都无法正常进行的情况下，这个生活来源就等于被端掉了，没有说，像我本人也是这种情况，就是没有生活来源，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。完全靠就是各种渠道，就刚才讲的那些渠道来解决一点，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。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我要给你我的追求，还有我的自由。我们驱车来到了双规作者沈良庆老师的家。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并赠送了我们每人一本书。在这4个小时中，我们谈到了中国目前的状况，谈到了25周年，也谈到了信仰和中国艺人士的生活。Thank you.